策的时候，要怎么样面对网络的舆论？心态从开始当政委以来有什么改变呢？我想网络的舆论就是一群很关心这件事情的人。那如果你越早告诉他们说，好啊，你行你来，那这样子的话，这些批评很容易就转化成为能量，成为政策的建言。所以我就是在 PTT 上面，基本上只要提到我一定会看到。那提到我正在推行的政策，我一定会看到。那也不止 PTT 嘛，我前两天才去回了 Mobile 零一哦，那还有很多啦，就是 D 卡上我有账号，所以大概就是你在网络的任何地方，只要提到我的名字或我正在执行的政策，我如果觉得有贡献的话，我就会回应或者是咨询你。那然后这个是非常常见的，所以。很多时候觉得大家骂了就是一大片，可能1000字，那里面可能只有6-7个字它真的有建设性，那我就会突然冒出来，然后专门针对那6-7个字说，哎，那你请你来，你要不要提出什么具体的建言等等。哎，那很快的过2天这个就会变成政策哦。所以我大概就是透过这种这个其实有一个名字叫康宁汉定律，就是发明 Wiki 的那个人哦，就是说你在网络上面如果只是问一个问题的话，那大部分人都不理你，至少专家是不会理你，但是因为他们就是能够回答的地方太多了。但是如果你不是问一个问题，而是你就是回答一个错误的答案，你自己切换账号，然后对自己的问题抛一个就是非常就是无厘头或者是干脆就是错的一个答案的话，那所有专业的五楼都会跳出来，就是我们这边叫做打脸嘛，对不对？就是就会跳出来说啊，绝对不是这样子，是怎么样是怎么样，然后你就是这个就可以一下子就可以看到真正的专家怎么想事情，然后很快的他们的智慧就变成你的集体智慧。所以大概当然不是说我推行政策都是在钓鱼，绝对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会在第一时间去看专业的五楼怎么看这件事情，然后很快的就会联络上专业的五楼，然后这些专业的五楼就会变成我们的就是工作的一部分，大概是这样子。